日前，安妮海瑟薇晒出一张自己的孕肚照，宣布怀孕的喜讯。照片中，她长发披肩，身穿白色背心搭配短裤，虽然腹部隆起，但四肢仍然纤细。她手拿手机对镜子微笑自拍，这是她与丈夫亚当·舒尔曼的第二个孩子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